究竟是他这只玉猫灭了我锦毛鼠，还是我这锦毛鼠灭了他这只玉猫？展昭早已被他的包大人与那庞贼为伍，助纣为虐了。人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黎民百姓，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。包拯也成贪官了？我大宋朝谁贪赃枉法？朕都不信，就在包黑子不行，摁下了包黑子，朝中无人敢与我作对。包黑子，我看你怎么狠怎么狠！我白玉堂即使犯了滔天大罪，也从来没有怕过。不为我用，必为我杀。捉拿反贼白玉堂，杀他全家，灭他九族。我和展昭定下了婚约，此事不能点破，因为你无法承接点破的心情。你对雅兰姑娘为什么始乱终弃？要不是你从中插一脚的话，我跟雅兰走不到今天这一步。这江湖上的事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怪异迷蒙，千万不能只看它的表面。让太后认了月华为干女儿，朕就不能招月华进宫伴驾了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开闸！这去东京汴梁，闹他个地覆天翻。